香港女星蓝洁瑛经常被友人发现暴毙在自家住处，回顾其一生，人生如戏，令人叹息。蓝洁瑛于1983年自格致书院毕业后，开始演艺人员训练，同期者还有刘嘉玲、吴君如、刘青云等。她演出多部港剧，其美貌曾获亮绝五台山封号，与梅艳芳、张曼玉齐名，又以演出周星驰电影，饰演蜘蛛精、春三十娘最广为人知。2005年申请破产，曾被拍到独自在街头吃路边摊，满头白发苍苍，靠救济金度日，也向朋友借钱过活。因传出死讯，令网友感叹红颜薄命，下辈子别走演艺圈了。